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厨娘。刚刚去赶集，花了1块钱买了这么些茄子，今天就拿这个茄子做一个好吃的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这种小茄子特别的好吃，这么多才花了1块钱，真的是捡了个大便宜。我们把它给稍微弄一下，清洗一下。这个茄子把特别的有营养，我们不要去掉，就把旁边这个干的这种叶子摘下来就可以了。这一部分呢都留在上面，不要去掉。锅内加水，将茄子摆放在笼屉上。盖上锅盖，大火蒸3分钟，将蒜粒装入碗中，加点盐，捣成蒜泥。将蒜捣成泥以后，加点生抽，来2滴蚝油，少来一点白糖，滴2滴香油。将菜碎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将蒸熟后的茄子取出来摆盘，用小刀轻轻地将茄子剖开，将蒜泥浇在茄子上。夏季茄子这样吃，爽口开胃，营养高。我是秀厨娘，喜欢我分享的视频就帮我转发吧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